新竹市的高消费力吸引许多业者设展，最近许多家业者联手在购物中心内展出家具名床系统装潢展，满满的精品摆满展场，就是要满足各类消费者的需求。这次新竹的精品家具室内装潢设计展，其实结合六大家的国内比较精致的厂商来这边做展览，包含了蛮多种风格及品味，以及精致于一身，可以请大家过来这边参考及询价看看。这次家具展不仅提供丰富多元的商品，更回馈消费者，只要民众带着家中平面图，就能现场请设计师提供室内规划设计的咨询服务，更提供轻松特惠专案补助，让新成家的朋友们能用最优惠的价钱得到最理想的精品。我们是系统家具室内装潢的设计公司，这次来新竹世博主要是主推系统无毒绿建材的这一块。当然，如果各位朋友有需求的话，也可以带着你们平面图，我们将以最专业及最优惠的服务来替各位解决你们的疑问。而且这次展览只有5天，所以大家赶快来哦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家中就是每个人最能放松的地方。这一次家具名床展提供数百种精品，就是要帮助民众，让民众打造最舒适的家庭环境。凯播新竹陈瑞宏、蔡文琪采访报道。